上半年国民经济稳中加固、稳中向好。初步核算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532167亿元，按可比价格计算，同比增长12.7%，比一季度回落5.6%，两年平均增长5.3%，比两年平均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.3%。分季度看，一季度同比增长18.3%。两年平均增长5%，二季度增长7.9%，两年平均增长5.5%。